已知四分之 x 等于三分之 y 等于二分之 z， 让你求这个式子的值。它们仨比值相等，那不妨就把这个比值设为 k。你看，四分之 x 等于 k， 那 x 就等于 4k。同样的 ，y 就等于 3k，z 就等于 2k。现在 x、y、z 都用 k 表示出来了，那就可以来算它的值了。把它们分别带到这个式子里，这不，字母就只剩下 k 了。分子化简一下，得 25k， 分母也化简一下，得 9k。因为 k 不等于 0， 直接约掉，答案为9分之 25， 这就算出来啦。刚才有一步非常关键，就是把这坨设成了 k， 正因为有了 k， 才能把 xyz 都用 k 表示出来，进而求出了结果。这就是我要讲的连比设 k 法。以后你只要看到连比，就立马把比值设为 k。怎么样，会做了吗？如果会了，那就速速去刷题吧。